大德宾陀罗婆罗多是娑婆教士，为末法人说福缘，愿受我请，于此住持。大德宾陀罗婆罗多是娑婆教士，为末法人说福缘，愿受我请，于此住持。大德宾陀罗婆罗多是娑婆教士，为末法人说福缘，愿受我请，于此住持。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，圆满报身卢舍那佛，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三百下身弥勒尊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大智麻烦你帮他送献送出去，谢谢。大恨普贤菩萨，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大愿地藏王，小心哦。在大自然里面，三乘六位供佛及僧，法界有情如同供养，若患时时，当愿众生堪愿为十法者充满。大众闻庆声，各正念。十乘五贯一积功，多少量彼来处？二晨起得恨全切应够。三防心离过贪等为中。四正视良药为了行乎？为业成道业应受此时。感恩布施主，透过量子思维，将食物的粒子供养大众法师及未来佛。萨多乃三藐三菩提。达知他唵则利主利准提上婆诃，所谓布施者，必获其利益，若为乐布施，后必得安乐。饭食已弃，当愿众生所作皆伴具诸佛法、财法、恶施等无上，具足圆满。感恩南无素食哦，一贤好，还玉兰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发心，谢谢阿弥陀佛。